我要来抓小孩啦！呀，赶紧用滑梯逃走！吼，走遐远着，还有法度？吼，隔壁开个餐厅彭公公。真艰苦，才几天而已。你不懂，这叫毒瘾嘛？人家全班都走了呢。那五点还没有接了，就已经到另外一边。吴欣怡，我们要回家了，再见了。啊，你要跟林婷要回家了吗？对呀、啊。你看，大家都关都回家了耶。想讲要炖排骨，应该是素食的吧？啊！你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玩？啊、我带你去玩好不好？慢慢走哦，哈，慢慢。哎呀，你要穿衣服啦，啊，你这样子风吹过来会哈呛哎。你来擦擦。啊，就两条鼻涕就掉出来了。啊。对呀、啊，啊，你的妈妈呢？哇，你的妈妈在哪里？啊。这样哦，啊，我们要回家了耶。啊，你的妈妈呢？我们改天再来找你玩好不好？你看，全部的同学都回家了耶。我要。那你跟林智佑在这里玩，我们回家了哈。林平佑。林平佑，你是林平佑啊？你是佑佑佑。我要回去煮菜了。